一个发光发亮的金水啊，它会装在一个干锅里面。由于啊，我们的那个金啊的质量问题，待会呢，我们的师傅啊就会尝试将这个金啊倒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了。这个就是900度温度下的金砖，它虽然温度很高，但同时还是非常的坚硬。非常的坚硬的但是啊，它还是有非常高的温度啊，能够让这个木棒给燃烧起来。这个金砖啊，在室温下呢是需要2到3个小时去冷却的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师傅呢将它放到大量的冷水里面，希望将它快速降温，在方便下一次调研的时候呢使用。那你们觉得这个金线能不能摸啊？不能。拿起来啊？不能。不能是啊。别找事。是非常高的温度。对呀、啊，它都能让水冒烟了，是吧？它的温度是非常高的。佩维，可以空调？这够可以的，够啊！空调。我们给你掌声，让师傅给师傅加油好不好？安全 ，it is 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Safe. Sure. Sure. 我们再次把掌声给一下我们师傅好不好？